自己以前是习惯用气垫上妆，因为我觉得很方便。可是后来就觉得说，粉扑一直接触到那个粉蕊，就会滋生很多细菌，然后一直拍上脸，就会造成我长痘痘。可是这个粉底喷雾的话，它就完全不会，因为它每次喷出来的粉底都是最新鲜的，它的粉质超细致。就直接上脸来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粉底的话，用起来非常的服帖，而且我刚才只按一下，它就可以很好的把我的一些小瑕疵啊，然后痘印给修饰掉。然后搭配这个粉扑上妆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可以做到不沾手。那我现在这边这样子是已经拍均匀的状况，像是一些细纹的地方它也处理得非常的好，然后嘴角啊或是痘印的地方它其实都很好的修饰掉了。那我现在就迅速上完另外一边脸，大家就可以看到平常我们脸上很容易卡细纹啊或是不服帖的状况的话，它是完全没有的。接下来我会用白珍珠蜜粉快速定的妆，上起来的话就很像你原本皮肤就那么好，我真的觉得它超好用，然后我觉得它持妆效果也是超棒的，我直接实测来给大家看，然后也是完全不沾。拿出一个喷雾接上脸，大家看到那个水流在滴吗？直接擦，它遇到水的话也不会脱妆。我最近每天都是用它来做上妆的哦，它比气垫更方便，然后又更干净，很轻松的话就可以获得跟我一样的好皮肤。